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何振玉。然后新年到了，先给大家祝愿一声新年好。然后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呢，肯定是希望大家跟家里人团团聚聚，开开心心，团团圆圆的。除了这些祝福以外，我还想写一副对联送给大家。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写对联，挺紧张的，我还不会写毛笔字呢。祝愿大家帅帅气气，美美丽丽，这些祝福送给你们，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开开心心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何一俊。春节就要到了，小何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然后我给大家写一副对联。啊，我写的横联是创造营2021，对，因为我想在这一回节目当中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，然后留下更多的舞台。然后我这写的是个 V， 这 V 呢代表的是我自己。然后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的学员何一凡。在新的一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牛。我为大家准备了一副对联，字写的丑不要介意，我尽量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川菜火锅。麻辣烫，肚子吃的鼓鼓胀，祝大家圆圆满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韩佩泉，在这里祝愿呢所有人吉时吉日喜如风，丰年丰月如风筝，争福争财争长寿。然后呢，在这里给大家写一副对联啊。咱们上联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下联不服咱就碰一碰，横批王者出击。在这里呢，也祝愿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，在2021年呢，我们能够一起王者出击，迎接新的一年，一起努力加油，新年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桂尚奇。新的一年祝大家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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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呢，我会在新的一年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。接下来给大家送一副我的春联。好，开始动笔了。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上联啊，这是我的上联，牛头酋长啊，叫的有点不好听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那下联呢是我的模仿猫咪，喵喵喵。接下来是我的横幅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不讲人话，就是这样。这是我送给大家的一副春联。然后新的一年呢，祝大家新年真的牛气冲天，牛牛牛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的学员古柳林。新年到，想想送什么给你，又不打算太多，就只给你50分。十分快乐，十分健康，十分幸运，十分有钱，十分幸福。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副对联。
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写的春联，上联是最是一年春好处，下联是乐为两岸月圆时，横批就是新年快乐。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阖家欢乐，其乐融融，新年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高清晨，春节快乐，拜年了。ครับวันนี้นะครับนายก็จะมาเขียนตัวอักษรฝูให้ดูนะครับผมหนิวเหนียนต้าจีส่งแก่ต้าจ้าฮัลโหล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高婉欣，过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都能吃肉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准备了春联，先写一下。对联写完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上联：健康幸福年年在。然后下联是如意财源日日来。我的横批呢是祝大家健康长寿，新年快乐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的学员傅思超，今天先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万事胜意，恭喜发财。应很多朋友们的要求啊，然后要写一副春联哈，那我就直接开始动笔写了。有一说一，这个字写出来我都看不出来我写的是个什么字儿，这就是我的水平了。OK， 没事，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，上联说你行你就行，下联你说不行就不行，横批不服不行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胜意，然后岁岁平安，然后年年有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范真，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牛年大吉，牛气冲天。好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写一副春联。我的上联呢是门门小考不挂科，下联呢是把把游戏都吃鸡，横批总是第一。